冇錯，呢個就係我 busking， 唔係，梗係唔係啦。不過你以為有人過嚟睇我，我會開心啦，係自奇啦。佢哋只係望到我頭上面嗰塊牌啫嘛。不過其實我每日都會許願一次，就係一次咁多。如果有人肯停低听一次都好，听一秒都好，留在我身边，咁就好啦。有时谂翻起呢个位，我都忍唔住笑。见到自己争呢碟咪，真系冇面见人。但系唔知点解，次次都紧有佢捧我场噶。呢种感觉，我永远都唔会忘记。你以为？我 busking 的成功之旅就是这样踏出到第一步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又为什么会有阵间这个情况发生呢？你看你的成绩，你究竟几时才肯读书的？玩音乐是不会有出息的。見到你 IG po 咗 story 喺附近，所以咪過嚟睇下揾唔揾到你咯。我點會唔記得你啊？平時都冇人認真聽我唱歌嘅，你係我第一個認真企度聽我唱歌嘅人咯。唉，其實我都唔知道我堅唔堅持落去好，做咩都冇人支持，音樂又係，讀書又係，你覺得我應唔應該放棄好啊？梗系唔应该啦。其实我一直都有留意你唱歌，特别喺我唔开心嘅时候，听到你啲音乐，都会俾到好多力量我。所以应承我，唔好放弃。Ella， 你一定做得到噶。坚持落去，冇放弃到。我而家企喺度，都系因为你。可能个天真系听到我嘅愿望，可能真系会有人肯停低，可能所谓嘅平凡人都会有得到星星嘅眷顾。平凡人缺乏嘅唔系梦想，只不过系勇气，系信心。而我相信起他们眼前的星星，总有一日令他们发光，由一粒繁星变成一片的繁星。